5月16日，结束2天台北小巨蛋的答案是2009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孙燕姿，在热情粉丝的护送下，开心出现在庆功宴上。嗨，好的，好，那我们现在要请燕姿来帮我们切蛋糕，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她的开心跟她的快乐。为庆祝演唱会顺利成功，主办单位特地送上大蛋糕，燕姿则以演唱会上出现的长剑大切蛋糕。燕姿一拿到长剑便兴奋挥舞，并应要求切下蛋糕。演唱会结束，虽然兴奋，孙燕姿还是很谦虚表示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我觉得还是有进步的空间，像我都会知道我哪里跳错，然后我哪里应该走比较快一点，还是怎么样。我觉得我应该会回去，然后从头到尾，然后再自己反复的再想每一个阶段，希望下一次的表演会更完美。两场演唱会，不管是来看演唱会还是做嘉宾，众多好朋友一直力挺孙燕姿，可见燕姿在圈内的好人缘。而九零蔡依林更是带伤搏命上场，让孙燕姿感动之余，也开始考虑要如何报答。他扭到腰，所以我自己也很不好意思，所以我们，可是他还是很努力的把他，我们彩排的部分把他跳完，我也觉得他真的很够朋友。对，他那么够朋友，有没有想要怎么报答？等他演唱会，我来做他唱评。他每次都说演唱会要他唱我跳，类似这种。好啦，我会考虑一下。